秘书。蒋磊，下去。各位港籍的兄弟姊妹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真欢迎看到一个咱大家兄弟姊妹吼，恁算真幸运啦。知影通要来遮，来遮就是隔条路较济，会行去遮来啦。啊，你嘛爱讲幸运有拄到你的亲戚朋友，甲你。提起讲有这个联合论述，啊，有这个台湾民政府成立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还佫有智慧听有呢？你若听无，你嘛唔知当有遮来，来遮接受咱第二十八届，哎，台湾民政府主持的这个演习会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嘛爱有勇气呢？你若知影啊无勇气，心内还佫有一个小警钟伫内底时。你嘛会惊吓，我啊来遮毋知向掠去袂，吼、哦。所以恁真无简单，我真佩服恁有这个勇气，吼、哦，有这个智慧，知影这个是非，知影讲咱台湾的前途，就是爱靠咱台湾人家己的政府，台湾民政府，吼、哦。啊，虽然咱即摆台湾民政府部分的人拄啊千几个，啊恁原来来加入。咱民政府，哦，真欢迎恁来到找台湾的前途，大家斗阵来打拼。那么虽然咱人数无济，但是咱是珍贵的少数，咱大家吼，都爱把咱台湾的地位，大家拢认识个清楚。以前。中华时代，也是民进党的时代，因拢甲咱教育讲，咱爱独立建国。但是经过这六七年来联合论述的研究，台湾是要搁这块土地，要搁日本天皇所属，或者日属，只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咱的日本母国战败，所以。无现金通去赔美国的损失，所以甲台湾澎湖暂时割让这个管辖权吼，管辖权给美国。那么美国佮委托中华民国蒋介石来甲咱代管理，但是这个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因吼，这是三流的国家，伊来遮管甲不得不吃。无到一年，就物资一直波动，吼、哦。啊，自1947年，吼、哦，发生28事件。啊，这一个原因，当然有一说，就是讲蒋介石知影伊可能伫中国内战，伊可能会战输，所以事先有派。人来调查台湾的精英，拢甲列册，所以咱台湾的精英伫28事件内底有甲要30,000个精英，是日本政府开50年所训练出来的精英，抓来互因杀掉，因为因知影讲，因三流的国家要来管一流的国家的百姓是真困难，因为台湾人一定会不服。啊！这些精英每一个人，拢有可能起来带领，因来反抗国民党政府。啊，所以，因若无把这些精英杀活死，伊无可能好好管台湾。第二项，伊另外用，什么土地改革政策，哦，耕者有其田，这个政策，哦，3500减租者。把咱台湾人的大地主这些好业人，拢变作小地主。这些大地主嘛是当初
咱台湾人的精英，吼、哦，有钱人，你得要有钱，唔靠可能合交人来对你，啊，要对你起码要变动房价嘛，你无房价，要头那通好反抗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即招用嘞，一寡好嘅人也无去啊，包括1949年。哦，伊用40,000一箍，甲所有的大生意人，即个大好业人，你阁较好业，吼、哦，40,000一箍，你若4,000,000的人，瞬间拄啊剩1,000,000，吼、哦，安尼你阁偌好业嘛变3,000人，等于因安尼用这三项，甲咱台湾人有能力要反抗的人，都拢许招进去啊。那么在1978年12月7日，这个发生美丽岛事件，这个在差不多经过30年后，建牢30年后，台湾人的第二代精英又起来了，蒋经国就又用心计较，要又想要把这些精英又一网打尽。所以这美丽岛这些人在高雄在纪念人权国际人权纪念日的时候，他用黑刀和军警去包围、啊、利用黑刀的去惹事情、哦、混在这个美丽岛这些台湾人里面，怕拿一头、哦、拿棍子说军警，哦，啊！即电视记者就翕讲，即个暴民咧讲军警，即军警是咧维持秩序、特殊的、哦，所以用这个理由，隔天就扩大渲染，讲即个拢用暴民，甲警察、宪兵，哦，讲到安尼，流血流滴，连续差不多几礼拜，拢咧电视啦、报纸拢咧报这，造成一个气氛讲。啊、这暴民就一定要抓起来嘛、哦啊、所以有这个气氛了开始抓人、哦、但是美国已经看出蒋经国的这个阴谋了，对吧？他就要求蒋经国，你若要办这人不可以判死刑，你要给我公开审判。蒋经国也做个演戏，他也演一出给全世界的人看，讲伊嘛有经过审判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虽然无判死刑，但是大部分人，即个台湾精英拢抓入去关。但是咱台湾人尾啊知影讲，这又阁是第二次的等于二八事件，所以台湾人就拢推撒因即个休关的即个受难者的家属出来选国大、选立法委员、选。市议员选县长，结果大部分拢是高票当选。哦，这是咱台湾人开始因为这个党外杂志、美丽岛杂志社教育出来，这台湾人开始有台湾人的意识，但是这个意识也无够，而且是错误的意识，因为拢讲要独立，拢要建国，但是咱台湾这块土地因为是战败了。日本政府所放弃出来，台湾人无了解，咱是被占领。咱台湾人家己足侪人出来挖国民党，挖因讲伊是战胜国啊！哦，因讲对日抗战8年胜利，真侪台湾人为着家己的利益，袂记家己的本分，袂记咱是日本台湾的战败国。的人民，家己煞走过做中国人，啊，当然国民党咧，这个党国的教育嘛真厉害，伊甲咱讲，咱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，甲咱的思想、甲咱的身份拢180度的倒变，吼、哦，咱是日本人，吼、哦，我的爸爸妈妈都。日本时代拢日本籍个啊，日本人。
啊，先我说，他变我准变中国人。哦，一般美国人娶美国人所生，绝对是美国人嘛。啊，那咱一大人是日本人的爸爸妈妈生出来，他会变中国人。啊，真侪人无去想这個，拢家想讲啊，咱较早祖先是为福建啊，哦，为中国遐来，其实这拢全错误的。甚至有一句台湾俗语讲：“有登山公，无登山嘛。”其实连登山公也无，有是足少数的。咱这个马偕病院这个林玛丽教授哈，伊专门研究这个人类学的 DNA， 伊研究的结果，咱所有进台湾人85%内底。诶，血占90%以上，拢是原住民，无论你是高山还是平埔的血统。中国人的基因的 DNA 占足少少部分，安怎讲呢？因为清朝唔系明朝郑成功来，所扎来遐差不多20,000+个人，大部分拢是。流汗卡拢查甫诶，有女眷诶足少，所以因即个兵、遐士官、遐军官来到遮，着爱带本地原住民，哦，平埔族也好，啊高山，落去通婚，所生落来第一代着剩50-50%诶比例诶 DNA 嘛。那么因无等于迄边带中国某，哦清明朝迄边阁带。当然，伊个子孙代代拢一直传咱原住民遮个血统嘛，所以愈头因中国血统个基因会愈来愈少。吼、哦，啊，以前伫咱台湾西部个遮平埔族拢是母系社会，查某个是掌权个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家庭伊若看即个翁仔。啊，都袂下啦，也是贫惰做骨力食。伊会使，那伫因这翁仔出去了吼，伊甲草帚啊，甲伊个物件收收，用草帚包起来，甲下到门口，就表示讲，你这个翁我甲你死掉去啊！吼、哦，迄阵个母性社会是女权高涨啦吼。那么这个翁仔若转来看到伊个物件，放收起来，等伫门口，伊就知影讲伊要离开啊。伫这个情形下，你讲台湾的平埔族的女孩子，敢会去嫁中国人？因个中国人若来遮，全所谓老汉卡就是讲算无地好趁食，啊，四界流浪迄款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咱台湾人唔好袂记家己的身份，咱。DNA 裡面都是全是原住民的 DNA， 不要去認說，啊，我們的祖先是福建那裡的，泉州來的，漳州來的，很多我們的姓名的姓，都是清朝給你用封的，給你塑姓，哦，啊，所以清朝這樣200+年統治台灣，把台灣的平埔族差不多都漢化去。因为用政策来给你收买，哦，你若有留辫子，吼、哦，比如伊就会当给你减税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会晓讲汉语，吼、哦，啊闽南话，吼、哦，你若就会当在伊个官舍内底来做一个小工课，吼、哦，都用安尼利用威胁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地主台湾人有诶，敢若。看到眼前的这个小利，啊，就把自己的身份出卖去，吼、哦，去认同别人，去学别人的外国语，吼、哦、，OK。那么过来讲，即马阿强啊，敢那经济敢那袂歹，吼、哦，因为伊是全世界的人拢走遐投资，因为伊遐土地俗，人工俗，所以都要开工厂，成本较低，靠。全世界的竞争力，但是你要注意一点，这个国家是林地的国家，吼、
伊毋是法律的国家，咱真侪台商企业含伊签合同，哦，拄开始去，因这个市长也是馆长，哦，拢甲你婆婆摊摊，等你签约签好，钱花入边工厂设落了，伊就全部数啊，哦，伊就想尽办法要甲你赶走，尤其等你的技术拢互学下的时。你的利用的价值少还是，伊就挖空啊棚，哦，甲你赶走。那么台湾人拢敢那想着讲，哦，中国差不多十三四亿个人口，我那一个人搞买一项物件，我就白啊，我就好个啊，这拢错误的空虚妄想。好，迄算一空足外空啦，你台湾人较侪跳落就不够死啦。哦，所以这。二十几年，台湾人即台商去遐投资，把咱台湾的钱掏空，把咱台湾由日本人还是美国人，把咱教的一寡技术，包括咱家己所研究的一寡专利，拢一直输送往中国迄边去。所以咱的工厂也一直少去，所以咱的劳工煞无头路。即造成咱台湾人即几年。尤其马英九趋向中国速度遮紧，吼、哦，咱台湾人啊一直感觉一直敢那购买力一直弱去啊。以前咱台湾人讲台湾钱阴卡白，但是这个话差不多这年来少人咧讲啊。我记十几年前，咱台湾人算讲真骄傲，嘛会使讲真臭屁，出去会使讲去到。这个瑞士买劳力士，那单团入去，迄间店头准门先关起来，外口的生意拢不爱接啊，干那要接单台湾，迄大家买拢三粒五粒安尼咧买转来，但是即嘛已经无这个行情啊吼，因为台湾人普遍中下阶层拢散了，即嘛剩一挂财团，堪。国民党政府若有挂许高级的、有配合的，因遮人就趁较有食、趁较有钱，哦，就类似像郭台铭伊即款的，吼、哦。不康的拢因中国人家己的观光相互，啊，若台湾人哦，你无听伊的，伊就要甲你查税啊，要甲你查你，迄工厂的公安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像讲移民。伊拢合法申请的一挂工程，吼、哦，但伊就利用法律棚来甲你找空啊棚，吼、哦、来甲你工程拆掉。移民是咱本土企业内底上有良心，吼、哦，上有制度，对家己的产品检验足严格，伊家己有设实验室，吼、哦，即款呢有台湾心爱台湾，希望咱台湾人食到好的产品的这个公司。就是因无配合马政府，所以就非常人杀来开刀，吼、哦。会记迄阵咧，啥物三聚氰胺，吼、哦，毒牛奶啊，是即个毒食品，鱼米本身，伊家己检验足严格，吼、哦，所以伊拢无发生即款代志。那么，虽然中共即马。发展经济发展袂歹，所以伊投资真侪军费伫即个军事研究顶端。那么伊嘛发动即个网军，伫全世界高科技的即个公司咧偷窃人的军事机密，吼、哦，也是商业机密，甲偷因的技术。所以因即几年啊，有一挂武器研究也袂歹，但是。你阁卡安怎好？你无经过长时间的武器的实验、哦，包括一挂材料科学，哦、有一挂高科技的物件，需要用真好的合金的基础，这个金属工业哈、哦、来配合。你有时啊想要安怎做，知影安怎做，但是你做袂出来，因为迄有一挂专利哈，也、哦、是。独门的特殊的技术，
你要不法度做、啊、所以台湾人唔好讲哇，阿强阿即马用起来，咱来惊伊啊，咱来堪比配合，唔好甲触怒。其实台湾人伫美日安保条约条约内底，受到美日安保条约的保护。台湾的后壁有全世界常用的两个国家，美国甲日本，咧甲咱保护，吼，咱免惊遐。那么重要就是讲，咱台湾人家己爱觉醒，咱犹阁是日本人的子民，咱最后最终的效忠的人是日本天皇，唔是即马即个流亡中华民国总统。那么暂时美国现在有在准备说一步一步在支持我们台湾民政府、哦、看台湾的前途要怎么走，我们都接受美国国防部那边来给我们指导、哦、那么台湾在美国的保护之下，美国要若要做一个全世界警察，伊台湾地若保护袂了，伊都无可能讲要去做全世界的这个警察做领导者、哦、啊。所以奥巴马甲希拉里，伫两年前就讲，因要重返亚洲。所谓重返亚洲，就是要重返咱台湾，因为咱台湾伫内湖金马路100号。有起一栋真坚固的这个军事基地，吼、哦，目前伊是讲是 AIT 的总部，但是其实迄是一个东亚的一个电站中心、指挥中心呐，吼、哦，因为伊地下有3站，吼、哦，啊，号称会当防核爆的攻击，那么这个所在。占地到要20000坪，差不多咱台湾加工差不多到要7家地。啊，即目前伫台北市信义路即个 AIT 吼、哦，占地都无到1家，吼、哦。那么是安怎？即个爱用到7家地，哦，其实就是因为伊内底佫起一挂军用的即个宿舍，就是有800名的海军陆战队。要来遮镇守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要想，如果一个基地若无海军陆战队镇守，迄是真危险的，吼、哦！所以，啊，即目前的信义路这个 AIT 只是一般的警察在守尔嘛，吼、哦，一般的所谓，要么是准军事基地，吼、哦，你得准军事基地，唔卡有海军陆战队，吼、哦。那么为这个迹象来看。买单看讲，美国准备要登来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叫咱民政府训练4000名的这个储备干部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以后若民政府要接政权，啊，咱要接政权是向美国接哦，咱唔是直接向中华民国哦接政权，所以袂战争，因为是美国直接。向中华民国收回伊个管辖权，来交予咱台湾民政府。哦，啊，所以恁今仔来遮训练，咱大家唔通看轻家己。咱台湾的政治意识，你若正确，这是要做台湾民政府的成员上基本的条件之一。哦，你莫讲，那美国要跟咱谈判，讲要安怎接政权的时，你甲讲。我要独立，我要建国，吼、哦，安尼就阁唔对伊啊！咱台湾上加会当做到这主题，吼、哦，咱只要讲是主题学院，因为你若要建国，爱经过5个程序，啊，你第一个程序都无做无够啊！啊，咱建国5个程序就是讲，你爱先要求美军入来台湾，直接亲自占领，卖阁委托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甲咱代理。占领嘛吼，第二，咱台湾人的政府吼爱家己起来，
家己成立台湾民政府来接政权来处置。然后因为这块地还阁是日本天皇的，你若要为天皇讨这个主权，要独立出去，咱还阁要求日本母国因的参众议院爱通过一个分离领土分离条款。那么这个通过了，咱台湾人阁家己爱公投，看是要家己独立，还是要继续和日本母国联做伙？好，这程序你拢无做，一声就要跳跃到上尾一步独立建国，这伫国际法顶端嘛无人要甲你承认，这就是咱家己无了解。所以连阿扁啊，迄阵伊咧做总统的时候，伊用台湾的名义要申请加入联合国，联合国的秘书处连收件都无收件，就甲退件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伫过去十几年来，你十几届用中华民国都无法度入面啊。中华民国迄个名还伫遐，只是蒋介石的代表去哦，联合国家。用2758这一文踢出去，中华民国在里内底，所以你用中华民国要去入，咱讲啊，中华民国在里遐，你是咱要去重返，所以这是无可能。所以伊用台湾，啊，台湾是啥？美国的这个国务卿，前的国务卿鲍威尔，伊讲，台湾无享有主权的国家，中华民国嘛唔是国家，啊，联合国是。以国家做单位，你都唔是国家，你要哪去参加？哦，就敢那讲一只狗，你甲西装甲穿咧，看咧就讲要去户政事务所讲要申请身份证，类似安尼啦。哦，狗佫较安怎，就暗是人嘛。啊，你台湾既然唔是国家，你就无资格去参加联合国嘛，因为联合国是以国家做单位的基础嘛。哦，这真简单嘛。所以不过用台湾的名义送件，然后国秘书处就给你提件，吼、哦。啊，要台湾人嘛真奇怪，啊，逐年拢要要求讲要加入联合国，啊，佫成立一个甚物加入联合国的甚物促进会，逐年拢招一堆人去美国纽约联合国的门口遐佚佗佗行行来说一阵，来讲佫倒来，逐年拢咧演即出。啊！一外来讲来，互一寡较善者，咱这低收入户来做补助，毋是真好。啊，无采遐钱，啊，行唔着方向嘛。吼、哦，家己认识无清楚。吼、哦。那么，美国，伊对美这个中国嘛有真大的戒心，因此甲中国。甲看作伊上大个即个敌人，所以用足侪方法甲中国作死。你无看讲，即马中国甲美国买10,000+个美国公债，其实美国伊用美金吼，美金是伊家己咧印个。那么你中国甲买遐只公债，等于你中国的利益嘛，跟美国的利益挂钩连做伙啊。美国如果若要甲你算吼，你若咧甲讨迄10,000+的美金，伊讲好啊，啊我如果加印挂互你，我甲你印嘛。所以美国即马是用纸咧甲换因的实物啦，吼、哦，因做一寡电脑啦，做一寡手机啊啦，吼、哦，还是做一寡机械设备，吼、哦，悄悄去美国。这拄啊，含咱差不多30-40年前，咱台湾同款，台湾车几船的螺丝卖去美国，换一台战车转来，啊，战车是差不多拢。是美国准备被淘汰的，吼、哦，战几船咯？因为我迄阵我捌做过船员，
我会去做专员，原来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当初我咧读高职的时，教官老师，原来不时来甲我招讲要加入国民党。我想国民党是咧创啥，我无爱。迄阵学校老师拢全中国人，啊，我读电子科，啊，阮个电子科的老师，因讲伊咧讲国语啊。其实都是在讲他们的乡话就对了，他们家乡的话，像说他在说电子学的一个连接叫做真可古，你听到没有？这句什么东西让你就，如果有人要的话，我真的佩服你真空管，说真可古啊。另外一个连接叫做平仔机，你听到没有？我去上这个课，我是上到足痛苦的。变压器就是变压器啦。哇，我那是啊，我若好这款的教，我真啊，尾后我拢家己一切家己看。所以学校册本来我都一礼拜拢甲看完，啊开始买课外书咧家己看。但是我着足痛恨这中国人是安那，因话都讲袂清楚的人。讲咧教咱即电子学，啊，那么我去做兵，我做宪兵，我的炮道长嘛不时来搞我，叫我爱加入国民党，因为加入国民党就有一挂好康诶，你就较免去出操，较会当做内勤啊。但是我都对国民党本来拢有一个大问号。甚至因为我读电子的，照讲，那因迄阵有两个班，叫做教训班，会当去受训，驶军车的大拖拉机，啊，退伍了就会当换大牌，就会当驶大卡车。啊，迄阵的大卡车的迄个薪水，拢是一般的薪水，到三四倍。我嘛足想要去的。啊，佫有一个叫做去电子通信学校受训三个月，倒来就会当先下书。啊，下属是会当加50%的薪水啊。阮迄阵呢，一边啊一边可领300块，啊，若下属会当领450块。啊，就是因为我无爱加入国民党，所以这个好康诶无通个轮到我。竟然叫迄种无电子学的知识的人去学通信啊，去受训通信。为遮就会当看出讲。国民党，伊就用利诱来引诱咱台湾人，若较无台湾意识的人，就去利用伊，就去收买去。那么退伍了，我一直想讲，我要来想办法出国，要来比较讲，到底日本战败国，啊，中华民国伫台湾是战胜国，啊，到底谁发展了较好？哦，啊，迄阵要出国。也无开放观光，你袂当讲出去佚佗呢。你要出国，第一就是爱靠留学出国，第二就是讲你有特殊的才能、技术，外国公司甲你聘请，你才会当出国。第三就是去做专员，所以我就去考专员去受训四个月。啊，第一就是走日本甲美国。我一个入境日本，一个看到。哇！日本这么先进，啊，这战败国呢？啊，他会同赢咱赢这济，赢台湾赢这济。人迄阵就拢有新干线啊，我差不多35、6年前，就地下铁，吼，东京的地下铁就4、5站啊。所以我现在就大觉醒讲，这国民党若无来引落岛，我们做唔完的，叫骗只久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。回来了，我就开始看一挂党外杂志，吼、哦，做一挂刻名，吼、哦，啊，拄啊美丽岛的杂志社，像美丽岛的这个，因一个问政团，吼、哦，四界的演讲，我迄阵台北到迄个康水木啦，啊，这个黄天福啦、黄信介，因遮，吼、哦，啊林，敢那个就林嘉诚，不是。咧办座谈会，我都拢去听。
甲我启蒙一寡台湾意识。那么，我尾仔伫民进党一个成立，我就随加入吧。啊，迄阵加入，我亲戚朋友拢要加入，尽量拢搞动啊。我判下咧，你是安怎无惊要嫁人去啊？你唔惊迄个国民党给你掠？但是我都心都掠坏啊吼，都反正下决心要引导国民党，啊，拄好有这个党吼，会当组织有较侪人做下来引看会倒袂。但拄开始，我那对这个党对个欢喜个爽个，一直甲徐明德、含柯信良做党主席，我规个心拢冷。徐明德讲要含因中国人喝和解咖啡，吼、哦，金马撤军有无？咱台湾人的精英两三万人要台死，伊也无甲咱回击的，也无甲咱背伤。啊，你用你的热脸要踢人家两屁股，哦，我就足反对。啊，柯信良讲要大胆西进，哦，要甲台湾的一寡资金技术拢要输去中国。所以这两个做党主席，我蹲定了，就开始不插世事啊，对啦。伫安尼冷到2006年，因为我逐天拢爱驶过高雄市，因为我伫屏东，我咧种这个树葡萄，我咧做园艺。逐天我爱为高雄开车去屏东迄边，我高雄遐管理迄个高雄。拢爱经过高雄市的中正路、甲五一路的交叉口，迄阵拢看，哎，遐搭插一个美国旗，啊，美国旗内底佫有一个台湾，就是迄第二旗旗啦。我迄阵佮想讲啊，这一定是一个美国的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。安尼连续安尼走几个月哦，有一天我去病院，替阮爸爸摕迄个高血压的药啊。啊！咧等的是我现《自由时报》啊，我拄看到小广告，哎、欸，啊，头一个国旗啊，啊，搁写一个林志升，他选高雄市长吼，啊，要演伫迄个高雄市的舞庙要演讲，嗯，啊，无来听看卖，即敢若无啥共款咯，啊，毋是民进党，即到底是对一党，是美国党啊，啥物？结果迄南区，迄礼拜拜六，我第一下听到。联合论述，好，规个心拢裂开。迄阵现场本来设计机啊，好，我是会到外面呢，位头会到尾就对啊。规个安尼足兴奋，讲台湾阁找着条新的路啊，即才是正路。因为我民进党领了，我阁有参加，拄好有建国党成立的时候，我嘛随加入。哇，啊这正讲的。目标明确，直接就写建国，啊，这无加入才会使，吼、哦，一声就加入吧。啊，结果两年我就曲高和寡，迄个民进党甲渗透入去，伊甲渗透差不多1000个党员入去，重新选举，重新选干部，规个迄个干部拢要变过，啊，就废话呀。啊，所以有看到这个。新的联合论述吼，我一听就听有，因为我解决问题伫建国党还是伫民进党内底拢无得得到答案呢。拄啊听到咱林志升秘书长所讲的，找到这个答案，所以我足欢喜。所以自迄阵开始对伊对家己嘛，哦，那么咱台湾人都要发挥这个公务的精神，无计较利益，无计较。厉害！只要对的，咱就是爱落去做。咱唔通看讲，啊，这都也无几个人，敢会成？啊，无咱去等。咱台湾人就有这个歹事，拢要等山啊、黄啊，伊较要来捡啊，较要来倒油。拢无想讲，啊，无咱就社长就来点子，好发财啊，啊来甲压水倒肥，倒饲，这个台湾意识好大。拢要等，差不多要好啊，伊较要加入。
这款的是叫做短视近利啦。哦，啊，尤其国民党的东山真济，伊利用选举，恁台湾人都拢爱号称民主嘛，大家拢要选。啊，你卡选，你都伫不平等的利基点，伊有广电媒体嘛，吼，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，拢伊控制伫伊手里。90%的中国人掌控咱90%的电视媒体，遐主管级的拢是中国人，所以你记者出去采访，对台湾有台湾意识有加强的这些报道，去到因的主管遐就甲你汰掉伊啊，不要你报，吼、哦，较报就是报中国意识的，吼、哦，啊，真可惜啊，变啊做八年总统。伊三八假言话，迄阵姚嘉文嘛，姚文智要处理 TVBS 要甲罚款，哦，要甲处理的是，阿扁也甲你徛出来讲，我甘愿无政府，嘛爱有媒体，所以 TVBS 这个案煞不了了之。那么咱台湾人家己的广播电台，像这单机麦伫高雄。有一个家己的本土的电台在发声，伊竟然甲袂好赵少康，或者 News 九八，好无？哎，好不容易咱台湾人有一个出声的管道，你竟然袂好人，这是出声的管道，就是咱的解释权，咱对事件的解释权会当为遮发声来解说，结果你拢放弃放好人。为着小块几百万的利益，就把台湾的这个出声的管道弄个白掉。哦，这就是咱台湾人心意无坚定啦，干那看到钱，目睭就瞪落，塌落起戆。哦，这真要不得。哦，咱台湾人，较早日本人甲咱教，阮爸爸因迄代的人，讲话算话啊。讲出来就准算啊，唔免阁写契约书。像即摆中华民国体制下，契约书写一本只一本，拢要出代志。这就是讲人甲人中间的这个诚信、信用拢无去。好、哦，那么咱应该爱学日本时代的教育，咱台湾人爱阁恢复日本时代的标准的水准。好、哦，就类似讲。日本的明治维新，哦，因嘛无介济人，因四五十个干部尔嘛，但是伊就有法度，甲日本维新创甲遐先进，越过中国，哦，越过当时的清朝，会当甲清朝拍败，哦，唔靠有法度，伊只有战争的这个马关条约来摕到台湾，那么伊台湾伊要好啊建设，伊开50年。把咱建设台湾变一个一流的国家，迄阵咱的水准已经跟上海差不多。那么真可惜的是，日本的这个军人吼野心上大，伊就拍几下届赢战争了，规个野心全大起来，煞造成这个二次世界大战，把咱日本母国，包括咱台湾。承受着遮大个灾难，尤其咱台湾即摆还阁替日本政府咧承担二次世界的责任，咱等于是替罪羔羊，咱咧替日本母国咧受罪，咱还阁许美国军事占领中，咱来要求咱的日本母国依据琉球的这个模式。琉球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协商，讲我日本政府爱阁赔你偌济，你块较要甲琉球还我日本。美国甲开3亿2000万的美金，哦，结果因就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。伫1972年5月15日，琉球就还我日本啊。同款这个模式，咱来要求。咱的日本政府跟美国协商，无看爱赔偌济钱，吼、
开一个数目，咱若来回归日本，咱来跟日本统一，我也是统派，但是我要统一的对象是咱日本母国，这是一个琉球模式啦，当然，那上好是咱先主题了，再来讲这个就对了。好不好？主题了，你会发现讲哇，主题了有遮侪好处，啊，都维持主题得啊，你都袂阁乌白想讲要独立建国创啥？吼、哦。那么今仔日咱连续三天的这个研习会，希望大家认真来了解咱台湾的实际情况。那么咱回去了，希望大家每天拢爱去。咱在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去看新的文章、新的论述。好、哦，咱秘书长三两天就出一张新的文章。好、哦，这五六年来，哦，伊也出五六本册。哦，啊，这册伫边边啊只，哦，咱有一个陈小姐会当向伊讲买哈、哦。尤其迄本，我拢推荐两本，较近的一本红色的《台美关系关键报告》。咱台湾人的地位，跟美国非常密切，足侪问题拢爱靠美国来解决。啊，你若无了解咱跟美国的关系，你有时啊，你会做唔到代志，减唔到路去。吼、哦。啊，第二本就是咱林秘书长所上新的一本《新台湾论》，这本台湾的地位、国际地位，所有的问题拢伫遮会当了解、看得到。吼、哦。这两本你若看有。彻底，啊，逐天去就梦，你就会当心来做稳打稳当，会做好困的，唔免烦恼讲台湾的影响出袂去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今仔讲到这，祝大家学习愉快，吼、哦，共同来为咱台湾来拍拼，多谢，谢谢。查克里，起来，休困十分钟。